市长参选人前程参拜，批选战高斯伯搭上韩国瑜人气，请他来助选。台湾最有钱城市在哪里？南台湾，我们一定要这样子干。展现幽默功力，逗得支持民众哈哈笑。选战进入倒数阶段，韩国瑜气势也越来越旺。根据成功大学民调显示，韩国瑜和对手陈其迈已经出现黄金交叉，支持率已经超过1%。尽管领先幅度只有1%，但前高市议长许坤元大胆预测，未来领先幅度还会持续扩大。我赢了1%，这个出来没有人会怀疑，因为成功大学的公正性、客观性，以及他整个民调掌握的精确性是公认的，南台湾最准。我每天在接触基层，我了解到民众真的是民心思变。不止韩国瑜有信心，国民党发言人洪孟楷更在脸书用商朝灭亡关键牧野之战来比喻这场选战，肯定韩国瑜能够以寡击众，开创新局面。绿营执政差让高雄铁票仓生锈，韩国瑜开低走高，拼逆转胜。记者施文贤、陈欣宜台北报道。